什么是人民军队？他说，我听从祖国的召唤，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，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。他说，加油！他说，他说，宁可前进日不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，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领土守小了，守丢了。他说，哎，我之前抱最坏的打算，我家也不只有我一个，我有哥哥有姐姐嘛，所以就算我死了也不会担心说少了我一个人，时间长了忘了就行了。他说，大好河山寸土不让，我用脚步丈量巡逻路，用生命捍卫边防线。他说，行不行？行。他说，万里河山壮丽，军人当为家国天下之坚盾。他说，他说